南投縣政府今仔日伫南投縣龍岡鄉會展中心举办一百抗性年度建立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年度成果展，有个社区的静态展示甲动态表演，也展现出长辈这一代来优秀的成就。透过关怀据点，互老大人的身体甲心理拢少年起来。馆长林明晶也特别甲现场表达对着长辈支持。在南投县长林明晶的带领之下，今年度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成果展正式开幕。一开始嘛，由伫山顶沿进社区的长辈甲小朋友做会带来精彩歌队表演。因为我们也今天也租了一台游览车，邀请他们过来打个太鼓，然后让他们有一个成果表现，让其他的我们会录影回去，然后让他们就欣赏这个成果，让其他老人家以后也会陆陆续续的出来。这几款的祭典，大老伙仔做啊，这环保搁再利用啊，大家拢装啊足趣味的。恢复到囡仔时代的乐趣啦，安尼啦。我们爱心食堂呢，一个礼拜有五天，所以呢，为了不让阿公阿嬷呢，只到爱心食堂用餐，我们每个星期一跟星期五呢，也为据点的长辈安排了非常丰富的课程。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有课程、用餐等等的活动，让长辈生活变得较趣味。馆长林明晶对关怀据点的推动嘛，相当支持。哦，这个关怀据点哦。啊，咱这老大人啊，在时啊，会当吼来到咱的祭典这吼，咱老大人啊，对啊聊天啊，对啊，对啊学吼手艺吼，对啊煮食吼，安尼有一个互因会当做一个工课吼，这个、生活过得快乐吼，咱身体自然就一健康吼，而且咱南投县嘛有十二个所在吼，这甲这关怀祭典这老大人共餐吼，咱主要有十二个点吼。咱会一直去扩大吼。南投县的关怀据点是渐渐增加，就是希望长辈拢会当行出来，活动身体以及头脑。那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其实是在每个社区里面几乎都有，目前整个南投县有95个点。那也都欢迎大家，其实我们有些长辈在家里其实是比较无聊的时候，比较不知道做什么时候，其实欢迎到据点里面去，会有很多他跟他相同的一些同学，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运动，然后也会多认识很多朋友，让他其实心情会更变得更好，那也会安排一些运动的部分，那延缓他们的老化。到社区活动交朋友，阿公阿嬷是愈来愈少年，社会处嘛表示将来继续争取经费，办理据点来照顾更加侪是大人。记者陈信昌报道。